南部本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部本无本师释迦魔尼佛，南部本无本师释迦魔尼佛。各位神男主各位神女林大家吉祥，平安。人生啊，在这个世上。 既然跳脱袂出哩即个财名利诶约束，咱尽量哩易啦，吼、哦，接受着佛学啊，难的是多行善、多积德、多布施。顶一回我讲到的主己，就是即个原因，因为我无想要讲别人，为虾米有这种观念？就是家己看到受罪啊。 所以，见甲思啊，足重要。你爱将你看到了，你家己去思考、思维，家己所做嘅一切，家己所看到的一切，是咱未来所成就嘅果。那咱今生呢，是过去，咱过去嘅因，造成咱今生嘅果。 啊！咱今生所做诶一切因，就是咱未来果报。毋知我讲修行，其实真容易啦，嘛真无容易。即、哦、讲起来嘛正矛盾。哦、大家爱好好去体悟、体证较对，所以咱毋免看人好恶。咱产生着一种无快乐。 无快乐，你就会安怎？得产生真信心啊，对不？虽然钱财名利重要，但呢，随着姻缘就好啊。咱莫去恶念，绝对毋通去恶念，因为贪心也是会上因果来产生嘞。你呢？哦。 钱财你得袂到，你也想办法，你也想办法，安尼就会自觉，安尼就会落下个福音，安尼你的未来就会比今生较。起来，这是绝对哦！这是希望咱真嘞听我讲的讲的法，恁啊认为袂歹，恁感个。 捡起来，捡起来用。因为咱知啊，吼钱财这个代志虽然重要，但是俗语讲“君子爱财啊，取之有道”。咱爱用着正确嘅方法去甲做，吼、哦、去甲取的，唔好去着恶心恶念，安尼正害恶嘅种子。 咱用最平凡诶诶方法，靠家己自身诶体力、家己自身诶智慧、家己自身所认识诶诶方法，思考好自家做去甲得。这是一个平凡诶想法。哦，这就是咱世俗人诶想法，满足自己就好。咱安尼甲看。 看，即诶，社会咱拢看会到个，啊！你甲思考，逐、這个为着即个咱诶绿道内底所轮转诶本性，贪名贪污诶，有侪无？足者贪名贪利，伊造就诶业障啊！看诶真好，无代表永远好，无一定呢。哦，换一个朝代。 哦，这个恶行都拢希望提出来，但是不是搁种下一个恶因，妨看会到。啊，咱以后应该面对着未来。咱小小一个台湾，你也看竞争遐尔啊，激烈，不管呐对一种宗教拢好。 不管站伫叨一个角色拢好，你详细即个看，看了后你才详细去个想，是毋是有作者个别的竞争，有作者私心伫个，尤其是咱是一个吼比较吼较开放个一个国家。 咱有家己诶选择，你甲看遮高位个一个决定，若错误会丧失了偌济人诶性命，就好。我是一个修行人，对即种我完全无兴趣。但是呢，咱有悲悯诶心，看着咱诶百姓，看着咱大众。 大家想到即种病苦诶灾难、生命失去，可能伫外人诶眼中认为讲迄是别人诶代志，但是自己啊真正心真正。家伫即个修行者，咱既然是三门中人，咱提倡诶是自悲思想。 心甘未甜，心甘未甘苦，真正非常诶甘苦。即种情形虽然讲是苦涩，但是应该嘛是有方法通去甲遏制啊。但咱手中无任何物件，会当帮忙众生。

所以讲，名利讲重要嘛重要，讲无重要嘛无重要，而来阁无才，通好买物件来帮忙逐个。所以讲内心啊，即种真心诶听，有当时啊吼，直接讲，讲得是真艰苦。为什么无法度呢？吼，提出着。 哦，真实诶方法来帮忙大家。佮较艰苦诶，著是毋知影，哦，即种问题会偌久，这著是无变。那唯有咱安怎做，尽有哪一个好机会互咱，咱减少出外，减少出门。 减少含能杂质，即系业的，咱就少看片面的书。那精力，咱就好好啊呢，有时间多静修，多念佛，多看册。安尼呢吼，静修了啊，好咱呢吼，比较心比较袂遐浮躁。 大环境造就咱诶吼，自身有一寡时间，互咱修行，咱着加修行。因为啊，出去啊，欲念嘛是加重诶呢。社会即种情形会会安尼追根究底啊，嘛是拢欲念来。咱啊，减少着贪心，减少着食。 诶，欲念，咱是毋是着过了较平凡？即是藏徛伫吼咱佛学内底诶讲究。毕竟啊，一切拢是空啊，世事本来着无常啊。咱唯一会当做个，着、就是追求咱赶紧解脱，咱赶紧跳出着。 即种随波逐流诶，轮回诶，世界。那既然咱知影，咱就好好啊做贪欲，咱甲放下。咱今仔日就讲即个佛教起源，就是即个原因，就是要互咱知影，名甲利是咱轮回里底。 最大、最大诶吸音，在家也好，出家也好啦，绝对嘅，绝对，唔好停袂进来底。人总是生命有时阵啊，即、这个死无代表死。 是代表另外一个空间的生理意义、啊。用较简单的比如，进前毛讲过，你甲看这花，今年开了，伊爱去等当时，等明年则开。因为今年开一届，那伊这花开呢，代表是生还是死？花谢代表是生还是死？ 你敢有你家想清楚。其实啊，伫咱看着花开，该想的是生；，但是伫即个大宇宙内底轮转真理啊，伊是死诶开始。因为你即、這个代志，就是讲咱今生尽功行，但是咱死呢，死了後,后，另外一个去处。 嘛是咱的心呢，所以一直直接轮转，生跟死，其实无差别，是你看待的对。伫咱人道中，当然正我是生，但是有一天时间若够，我去到别位，我嘛是生，但是这呢，我已经死仰数。 所以的，咱呢吼，若要去除即个无明，唯有就是安喏，摆脱即只恶念恶业，跳出即个六道诶约束。啊，无咱呢吼，就是足简单，我去做神去天道是另外一个新诶开始。我今生好好啊修行，我够进，若好好啊做，拢也袂歹。 大家拢共款，吼、哦！你如果愿意啊，吼、哦，放弃遐恶念恶行啊，拢也袂难。你会另外一个好诶心，较好诶环境，啊，你若更较幸运诶，知影通去学佛？知影通去认真念佛？知影通去发愿？安尼呢，你会去到一个舒心诶国度。 活的角度，做遐心，啊遐学问，都无即种六诶约束啊。安尼你是毋是跳脱出去啊？哦，都无即个心术诶约束啊。但是未讲倒出来，因为人因为即六道直接轮转，尤其是咱人咱人是。 徛伫最中央，著、就是你决定善道还是恶道你著是看你。那为什么恶道会遮济？著、就是伊毋惊因果啊。你甲看社会上咱拍开诶，你看会着诶啦。不管对一个国家拢好啦，因为自信啊，吼、哦，无一定咱会当包含甲几个地球诶自信，你拢知。但是最起码，你用咱。 即个家己，即个国家来看，即恶劣诶人有侪无足侪？为虾米呢？足侪？因为伊无信因果、啊，伊就是唔惊因果啊！都亲像讲，伫咱即本身家己诶宗教里底，你侵入宗教，你学遮诶好财名色。 二、探欲、嗔恨，影响到你自己个时阵，你就生起嗔恨心；影响到你个财力个时阵，你个生起恨心。讲、哦、出着事实，影响到你个名利个时阵，你嘛生起心。咱看作者啊，那这种嗔恨呢？ 因为安尼产生个恶念，伊呢敢有相信因果？无一定，你深入佛学，你着相信因果。若呢，既然是安尼，无深入佛学个人，无相信因果个人，心是毋是阁愈济？咱作这宗教，哦、喔，未忘未失的哦，讲讲即个你未失众生个作作，但是。 因果，伊敢真真正正有了解，伊著是毋惊。所以讲，为财、为名、为利来侵犯着别人、伤害着别人诶时阵，著、就是毋惊因果因在安尼做。所以讲出大众诶利诶时阵，伊著是毋惊因果因在安尼做，对无？ 那讲，大家拢做好讲，就是安尼嘛。讲、哦、起来经历呢，你照的来照符合去经典来讲，逐项拢属实。但真心拄在你自心的时阵，你讲去贪、去争、去痴，这就是咱自心的善恶业存在一面高高。啊，无 那会六道轮回不息呢？哦，拢未停止呢。那会地上菩萨呢？哦，地甲二二空谁不成佛？拢伫遐未成佛。即就是恶因恶缘，毋惊因果会太侪。所以轮回轮转啊，就是未停止个。包括到天道嘛，即三界绿道，就是安尼形成个，就是永远未停止啊。 地甲眉孔势不成佛，咱做佛学、做佛弟子诶人，即句逐个拢拢知啦，拢有听到。但是啊，要安怎地藏菩萨较轻松诶？咱就是无认真去甲推广，推广即个因果诶可怕，咱社会伦理啊。 一直在轮爽啊！一直咧为自身、自己、名利在奔波呢。安尼要安怎麼停息呢？安尼轮回轮转，要安怎来消毒呢？无可能，对无？所以讲呢，咱呢吼，即个作恶者。 是因为一部信仰个，对这种世间法，对这种出世间法沒有情，无去甲深深去甲了解，去甲体会甲体证，这是上大个原因啊。所以讲，这叫做无明、就是时阵。 那咱免啊，跳脱出嚟，唯有啊，唯有找出一条健康的道路。即只我袂阁再次甲大家讲，其实念佛上解好。第一，好咱个口业减少因为咱第二届咱会讲个行啊。 无名是咱过去诶烦恼，咱今生自然退尽啊，听着啊，了解啊，咱看着啊，看着艰苦人伊是安怎过，伊一生行善行市，伊慢慢啊徛起来，建立家庭也好，建立事业也好，即、就是伊行到半中途所做落来成因咱看会到。 咱思考会到，咱看会到，咱就想会到啊。那伊诶未来是毋是就是真好？即个人咱会当甲判断会出，咱也免吼去问天问神求神求佛啊，家己自身所做诶，个因是上重要个。 那么呢，哦，你求神求佛，伊敢会甲你比佑啥？袂，伊那会甲你庇佑世间都无平等力啊！哦，靠到这个这个求神求佛，家己拢唔去做，钱财袂按天顶跌落来，对不對？安逸嘛袂按天顶跌落来，嘛是爱靠你个努力。 所以讲，有一个家庭，你啊，既然建立一个家庭，你得好好的家庭去甲珍惜，好去好去共同拍定，吼、哦，建立善业，卖个造就恶因，然后有机会接受着佛法，得好好啊做。上方便、上简单，就是念佛、甲拜佛，一。 不做巧业，而不做邪业。上好呢，吼、哦，一当吼深、哦、入经藏，了解约束，就是咱普通讲嘅戒律。然后因缘去受戒，听人安怎讲，免落约束家己，最起码咱未去违恶，最起码咱知影因果。啊，因为真呢，吼、哦。 袂当安尼吼，逐个安尼固执吼，军军机安尼做伙，所以讲吼军机呢会产生吼一寡业力，啊，所以好好啊，看着即个五界十善，咱安尼做，照安尼做，咱会静下做好诶。心灵，啊，咱过去诶，无明，会因为安尼，咱豆豆啊思考了解咱诶业力。 咱以后虽然唔知道你嘅出生地，但是最起码你婆婆会知影。你今生所做一切，就是你未来要受嘅一切。这就是现在因未来果。那过去因咱现在受嘅啊，咱就感觉会到啊。咱见书，咱看会到，咱就受唔出來。 啊，咱若想会出，来，咱著爱想办法甲突破，安尼咱较袂迷迷惘惘伫钱内底过了，咱即世人无目标，安尼毋好。啊，咱若较输吼，身躯边周遭诶人，伊毋知因果，你尽量啦，尽力吼，伊牵倒，互伊、哦、听。 尴尬，如是因如是果啊，哦，安那做绝对诶安那事，今生若无好好做，必然绝对难得成就啦。哦，啊，遮恶因数，哦，咱是尽力尔，咱也无法度去改变。万般虽然，家己多勤修，家己多念佛，早日。 一旦成就，却是真实。阿弥陀佛！邀请您共同参与同法立身的善缘，让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互持账号：三一六五零八三五，户名：黄玉莹，联络电话：零九七九零四一五一零。